我们的频道衣食住行，为你生活添加乐趣，身心健康，活出动力。你的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是我们的动力。可以下嘛？没路走。哇，哎，这种山猪出没的地方，啊，哇，我都不敢去啊，喂。你敢去啊？啊？我觉得这些不好下，这些不好下了。哎，就是对面吗？你看它响对面吗？啊？啊？这里下不到了。可以啊。嗯。坐木筏出河，坐河。沙飞哥，李耿来了，今天不一样啊！你看。他坐那个木筏出河、啊、去抓大货、啊、你看哇，出河湖中间啊，你看不容易啊，厉害厉害，也是的，抓住就别人了，就比较容易啊，直接抓下去了，直接抓下去就容易了，好玩啊，啊，他会游泳的，没关系的。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喂，涛哥，涛哥，不是涛哥，沙飞哥，你看，我们没做直播，现在做这个视频给你看了、啊，特地为你做的。啊，可以啊，很不错啊。哇。喂，有够远的了。你担心你爸爸？你爸爸那么会游泳，你怕什么？哎，好嘢啊喂，得啊喂，你出去做咩？你出去钓啊？哦，啊？擦鱼啊。哦，擦鱼啊，种开嗰啲啦。鱼啊，勾呢啲边皮啊。哦，擦。哦。多条啊。咁样好用啊，咁。喂，多两块板添啊，靓。吓？阔两块板添啊，靓啊。有嘅，我加擦开啫，之前好长嘅。噶？吓？依家攞条手掹鸡嘅喎，系咪？系。都白鐵啊，黐爛啫嘛。哦。你拔到啊？如果拔埋咗。黐得到時冇位你。一擺啊，五六百蚊啊。哇，咁樣都 OK 啊，係。五六百蚊啊，攞低冇。咁樣佢哋差唔多都專業噶咯。專業。專業揾食噶咯嚇。而家等大水啫。哦，大水已經嚟啦。大水啊，深水已經黐得到。哦。錢啊，冇魚入。黐咩多呀？蘇丹魚多。咩嘢都有，冧崩大條喎有冇？冧崩唔大啊，呢度嘅冧崩。啊，冧崩大條好食嘅喎。唔大。仲有啲揾冇喺度。仲有咩魚？牛奶魚咯、哦。牛奶魚啊，牛奶魚係咩魚嘅？牛奶魚同嗰個唐山魚蘇好似豆腐魚啊嘛。唔係，牛奶魚嘅好似呢只唐嗰啲水馬騮嗰啲冇啊？好似幻魚冇。幻魚有冇？有啊。幻魚都冇啊？牛奶魚是幻魚係咪？哦，牛奶魚。鰻魚有啊。鰻魚冇。不過蘇丹魚最多喺度。蘇丹魚、鱸魚、鰻魚、牛奶魚。一路嚟起應該繁殖最多蘇丹魚啦，嗬。同埋大頭蝦啦。哦。這裡繁殖大頭蝦特別多，跟那個蘇丹魚，這個湖是出名了蘇丹魚的。所以人家就每天坐船啊，就可以有時候捕獲到。几百块了，五六百块马币，就是专业了可以找吃的。这里也不好放啊。啊？不好放啊？你路去吗？现在路放现在去吗？靠那个旁边放吗？靠那个草的旁边放啊。是吗？那水路跑掉不是跑到完？放四只，放多两只就唔跑咯。啊？啊？这个船需要提升一下。我、啊、你讲个网啊？唔系啊，依、这个船啊。啊。放四只，四只。嗰、那个桶啊？哦。唔跑咯，你 balance 就唔跑咯。
我要你放出来就我定啊，放出来好定啊，放出来好定。飞出来。今天出河放龙。啊，冇，你飞出来定好多嘅。明天收龙看大货。按一下小铃铛，订阅衣食住行，赖哥每约向你报道。